我离开了家乡，到了另一个天堂，在巴黎地狱也不贪恋。时间像焦糖般滑落到深渊里，没有所谓尽头。再说过了一定年纪，超过一定的岁数，周围颜色都会改变。倒是如果没有一个安稳的生活，夜里难免感到不安。从一个城市移动到另一个城市，难免需要点勇气。你接下来的旅途盘缠还有多少？我不是没有一技之长，只是我的一技之长不能赚多少钱。在这寂寞无奈的地方，是否我的思绪也会再走到尽头？我不是没有一技之长，只是我的一技之长不能赚多少钱。神啊，再给我点时间，不然我人生转眼就要疯狂。一技之长，那时候很苦的，没有错。谢谢。讲一下林韵，你要讲一下这个啊。好的 ，OK。然后我为什么写这首歌呢？是因为我去澳洲打工度假。我相信在座记得我有一些认识的人啊，也是有在澳洲打工度假的经验。你这是三四年前的事情了。对，差不多，就是退完伍之后，我们各位的做一些工作也都不太顺利，在卡米蒂很顺利。那时候的观众更少哈，但是那时候为什么待还是待得住两三年？因为再少哈，那个有时候只有一两位观众，收球还是会发300块给我，所以我就蛮开心的，我一直领那300块就很开心。那个时候在那种在蔡春杰一开始第一代卡米蒂俱乐部，在蔡春杰的时候300块很多很多很多，而且15分钟300块超开心的，蛮好赚的。对，但是总是还是不能过生活嘛，过得不好，所以。就决定说，有朋友约一约要去澳洲打工度假就去了，结果还真的赚到钱。我在那边在华人的那个餐厅洗碗，做洗碗工，一天有3600块，折合台币3600块，还包三餐，很多哎。这还是不好的工作，就是所谓的黑工。对，好一点的工作就更多钱。更多，当然更多。好一点的工作，时数又更少。好一点的工作是什么？好一点工作像是那个宰羊啊。对啊，那感觉很难。对啊，那个剁牛啊，做这些工作啊。哦、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？好像有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太羞文青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私下聊。啊、私下聊，私下聊，一定私下聊，一定有更好的工作。赚更多钱，那赚更多钱。好，总之呢，我就在一边洗碗的时候，不是很开心。我虽然可以做那么多钱，但我一边也会很难过。为什么难过？难过说，哦，回到了台湾，我还是就算我有一技之长，我也赚不了那么多钱呢。啊，一天3600，每天哦，不是每天，不是像这样有一场没一场。对，对不对？你越瞧不起我们，是像我们这样，我们这样，不是像你这样。好的。总之就在那边一边洗碗的时候，我就一边唱，我不是没有一技之长，只是我的一技之长不能赚多少钱。哎呦，赶快拿掉手票，然后把它洗下来。我是这样完成的，一边洗碗一边写下来。对，是这样子。哦，那你那时候是有提到说你在澳洲打工，就是身为台湾人会被歧视。哦，对，说到这个嘛，我就跟你讲，歧视是好的。人就是要被歧视，歧视才会奋发图强。你现在说的，是不是喇叭卷子？是歧视，是歧视。那歧视是真的是歧视，不是不老歧视什么歧视 ？OK。为什么歧视是好的？你们看那个，有很多国家以前都被我们歧视，现在呢，他们都不用跑，这真的。对不对？那所以我在那边也被歧视啊，我才发现说，哎，歧视还不错啊。歧视领的钱也比较多啊。对不对？我在那边被歧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那我还是可以领3600啊。所以大家都欢迎大家不到外面去被歧视，回来的时候才会那个奋发图强。
个被歧视才会有动力的。对对对，那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呢？对，转得很硬。我没有去国外 working holiday 过，可是我去过日本玩的时候，这个发现在日本，如果你不会讲日文，很容易被歧视嘛，因为大家都有去日本玩过嘛。对，就如果你因为我不会日文，去日本玩，然后我那时候跟一些几个朋友，我们去那个女仆咖啡厅，大家有去过吗？秋叶原的女仆咖啡厅，没有去过可能也想象过看过嘛。就是我们去女仆咖啡厅玩，因为我们不会讲日文，所以我们就那个女仆过来，很可爱的女仆过来，我们就说excuse me, I want to order 那个女仆，跑掉了，完全不敢跟我们讲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英文太烂。就我们讲很简单的，excuse me, I want to order。这片段吗？好像在哪里？很熟悉。对啊，为什么呢？然后就那个很可爱的，就离我们很远，就看到几个，我们就几个男生呢、啊，在女仆咖啡厅，看到几个很可爱的女仆在那边窃窃私语。就那边窃窃私语讨论我们，没有人敢过来，没有一个女仆敢过来。所以他们推了一个戴眼镜女仆，再推出去，会讲一点点英文的女仆，来过来跟我们很紧张的跟我们点餐这样子。啊，就其他从头到尾就是那个女仆过来跟我们讲两句话，其他女仆完全不敢靠近。我最喜欢那个最可爱的都不过来。那到最后怎么办呢？就是完全不开心啊。就没有人过来吗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对啊，奇怪，我去酒店消息不过来，什么意思？那种感觉很难过，就觉得被歧视。原来如此，那你就经过这个歧视的经验有什么？我后来有个想法，就觉得，就是你去大家去日本玩，如果你要这个让日本人可以接纳你，你一定要讲那种，你又不会讲日文该怎么办？你一定要讲那种听起来很像是日文的英文。哦，对，你要问路，你要问路。如果你说这个，I want to go to 那个 subway station 啊，那女生，你一定要讲什么？你讲 how do you do do？过滤 ，subway 的 station， 啊，我看你们是哪国的？他们听得懂，让日本人听得懂。一定要，重点是那个尾音啊，一定要拉高，一定要上扬。station， 你拉越高，他们越听得懂。比如说，你要说要点餐，如果你去餐厅点餐，你说hamburger。一定要讲啊，韩巴古啊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动手动手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北韩也有点喜欢这样子。北韩主播，平江路万多地万多，呜。怎么回事哎？那是什么感觉？那是什么感觉？这个没有套过了。你会看到可爱女生，你要搭讪，在日本看到可爱女生，哎，一说你 hotel， OK OK， 那就 OK。好，为什么讲到这个？再来，你又要出国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要出国，要去北京工作。这一次要出国深造，要去深造。不过这个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我们之前我们还有一起合作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其实也要讲一下我们的渊源，除了就是在卡米蒂这个地方认识以外，然后因为我之前办了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哈，比如说那时候在几年前的时候，因为你也知道嘛，我们就一直没有舞台嘛，对，人都一直没有舞台，对，啊，所以就一直报名各大的那个音乐季活动，啊，就一直没有上，啊，有一个活动更是让我堵拦没有上，叫做简单生活节。每次报，每次都没上，每次我都在那个他们的那个讯息啊，我都还黄蓝白，我还加注括号说，黄蓝白是我最简单的，最简单的。哦，我每天就是看书，然后这个表演不是谁生活最简单就可以上好吗？不是这种节目，不是这种活动好吗？对啊。我那二十出头很单纯啊，就想说最简单啊，为什么不让我上呢？我天天高腔我也没上啊，最简单直接上了，我只高腔而已啊，我也高啊，那我没有上，对啊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五月天高的比我们多，他们就可以上简单生活节，如此，他还有观众，高卢广仲一看就是高潮兄，高潮兄。
然后总之就觉得没送，然后我就跟我团员讲一讲说，要不要我们去就办个困难生活家，让他们旁边好了。嗯，哦，我的那些 partner 真的是这样在答应，好，我们就在旁边办一个困难生活家，这样。然后呢，那东西得自告奋勇的哦，在网络上看到很开心，就说哦，哎，那我来做主持人，我就是这样子的关系。我们就办在那个华山旁边那个桥下，对，就是新生桥高架桥下面，就办在那边，根本对杠。完全都没有听过的歌手，全部都跑到我这边来，超不红，超不红的全部。生活最简单的都在我们这边，生活很复杂的到简单生活节，一个强烈的对比，强烈对比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说，我们那时候还想说，那怎么办？那简单生活节他们很有气势，那我们也应该要有气势，写一首歌，对，就写一首叫做《简单还是困难》。唱起来。记得我妈妈她曾经说过，未来日子会越来越难，无论是工作还是继续做梦，都不知该怎么办。再长大一点，如果爱上音乐，被我爸爸骂得很惨。我们没有钱，不能让你去玩，不然我们都会完蛋。生活简单。单生活，但是我老觉得生活困难。无论是工作还是继续做梦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干他！